好，从神打神，这个要看一下赛程表才知道。哦，这场是胡家俊是谁啊？胡家俊对上 Zest 哦，右下角这是 Zest，左上角是胡家俊。胡家俊是谁啊？不知道，JIESHI 我也没看过啊。大陆的胡家俊打球，哦，这边是走 VS，啊，这者这边是打，哎呦，出场是哨兵呢，两追两教室前压，这个压制其实很强，但等下这限制技来家里很危险啊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
他还是要往后期走了。这个 Zeus 也没有要打什么 timing 的感觉，感觉是要开三矿。那个爆炸特效也太大了。骑兵，他说要打一波啊！提速狂、白球不休者单双控一波。这凤凰一看到，他一看到他没三控，又看到他那么多兵营，大家懂。一攻好，这边是八兵，这双方都是八兵以后，对，就不打。这两个白熊再才再出去，这个地方是出不去的。好，这边要出手了。这三矿是没有补农民的哦。有补哎，他有补农民哎，只是还没拉过去。啊，没有啊，其实没补多少。这次这个是这边才是真的完全没补的。哦，这边的白球多了一点了，要冷静上下。其实蛮接近的，双方都是二攻。哎呦，刚最后那个这个家具那边的那个不朽都没死啊，虽然说那时候也没死，但那时候其他兵被清光了。因为刚刚这次主要是以追猎教的追猎不朽者为主，这些追猎被打太痛了。哇，这边家军是有优势的、啊，现在。
走。别别别别，这个太卡太卡太卡，拉一下，哇死了。其实我们知道最早蟑螂射程是三吗？是坏感人四了。三的射程就是跟白球一样，超短。这边是亡命一波，那个其实没有什么，没什么农民，看那连三矿的气都没开啊。我觉得那层，哇，这个那层难打喽。哎，这白球被卡在后面。拉一下，哦，这阵型很好，这家守高地吧，我怎么看都觉得刃子好像要爆开了，兵力落后，哦，兵力差不多啦，工兵落后，然后攻防落后，哦，阵型倒是挺不错，来来这一波，哦，刃子一开的阵型比较好，但是兵力好像三攻好像还是有差哦，哎，这个没有人进吗？家具没有人进哦，啊，人进在哪？哦，在中间。哇，这个家具难道要打赢那次？不是吧？哦，好，这边这次打出狙击。哇，我们这边家具淘汰掉那个这次2-1。晋级到八强。